哎，我真命天子，你说他自己啊是真命天子，我才恍然大悟，五百年必有王者心，嘿，还真有人相信。真命天子当然要来个黄袍加身。我在瞠目结舌之余啊，特别帮柯市长准备了一套龙袍，私下在办公室或在家里可以穿上它过过瘾，这也算是一种心理治疗。你就别客气了，收下吧。还有龙帽，还有龙帽哦，连辫子都绑好了。王世坚不计成本送黄袍加龙冠，酸得柯P哭笑不得。